事故车整理大翻新，在这个网络上拍卖场有一台2021年，也就是说新年式现行款的马三。很恐怖啊！还好我退远。这个我们坐这时候，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会断。所以我们在他这个时候，有时候客人在旁边看啊，我们都请他站旁边一点。有，你要随时会断掉。我们公司呢 ，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里面有16种长拍，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补估价，实际最真实的状况。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减减，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今天呢，我要拍一集，我想了很久，很想要做，然后而且是耗费的时间成本，跟我觉得能分享出来的内容跟资讯是很棒的一集。事故车整理大翻新，我有看国外一些影片，他买一些可能撞到的超跑。然后做翻新啊，然后一步的分享给大家。那当然，我们可能制作经费没有到那么高，可以去买一台超跑来做四驱车翻新。那我找了几天，在这个网络上拍卖场有一台2021年，也就是说新年式现行款的马三，马自达三。那这个是顶级的。为什么我知道它是顶级的呢？因为它是有 BOSS 音响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现况，好，这个气囊爆开来了，对不对？两个都爆了。那这个车子是七气囊嘛，西部还有一颗，所以三个气囊都爆了。那到底严不严重呢？好，看起来这样子看，引擎是好像没有太大的损伤，看车头也还好。那为什么？因为它是单侧撞击这一边，也就是说这个叶子板啊、保杆啊、引擎盖啊，以及这一个。这叫做件尾，这一节件尾可能要板。那你说这样子的事故会大还是会小？我们已经把这台车买回来了，买定的价格呢是48万，它是47万成交。然后呢，它有一些手续费，拍定的手续费加起来大概是快要10000块。那我们买48万回来，如果这个车子标准，车子漂亮，2021年，然后跑的里程数是20000公里，稍微多一点点，其实它的市场行情。大概是在75到78之间，那这样子的事故呢，到了这个消费市场上，大概要减分，大概要在8到10万块。修完了以后，我也分享给你看，它如果以我们事故现况完成了以后，它大概就是一个换过右前大灯、右前叶子板跟引擎盖这三个的个瑕疵，也就是说修复完我们要68万嘛，68万是行情，我现在买48万。我现在有30万的预算，30万的预算来维修这个，到底是会在30万以内，还是30万超过？如果修22万、25万，可能这个车子再回去卖给别的车商，就会赚钱，赚3到5万块。那如果我们修到35万、40万，那这个车子就会有损失5万到10万的价值。好，我们来看一下实车。好了，我们车子已经到现场了，来看一下。其实这个现况也是蛮战损蛮严重的，看哦，看到实车，其实想象中要修的金额又比较高一点点。这引擎盖弯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引擎盖一定得换掉。两边比较，你看右边有没有？右边这边，它这一个刚性的结构被撞到凹进去了，所以这个要把它拉出来，拉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但还好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从前面看嘛，保险杆碎掉了嘛，这个不用看，大灯也碎掉了。哦，这大灯不便宜哦。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原厂的估价金额。录了那么多实车拆解，来看那个前面两体啊，后面两体的用料差异，我觉得其实是重要。你看，它这个梁其实是还好不是正撞，它是侧撞。比如说它长一点，它就可以吸收更大的撞击力，可能吸收更大的撞击力。它就不会让里面的安全气囊 sensor 去判定说这个事故很大，
那它这边只有这个梁只有保护到一点点而已，因为它应该是，你看嘛，就是这个地方撞去，它只有一点点的变形，所以它这是车底的结构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溃缩或者是力道的吸收，只有一点点而已。所以在旁边这个件尾大灯跟叶子板去把这个东西都吸收掉了。那我们来看哦，好，我们把车子打开来给你看一下哦。基本上这气囊都爆掉了，对不对？双前座气囊要换新，然后呢，其实你如果碰到坐动那气囊的话呢，这边这个安全带它都会紧缩掉，这安全带都要换掉。这个人还没有系安全带，那他如果有系安全带，他会整个拉住你的身体，但你只要一撞，他的火药包就炸掉，所以这两个气囊的安全带也要换掉。然后这个有多一个吸部气囊，这个也要换掉。还有，其实有个东西很贵，现在的车子哦，前挡玻璃都很贵，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这个跟车镜头的 sensor 在这个里面，有时候你换玻璃就要换把 sensor 一起换掉，这个我不确定，我到时候问一下原厂军的，有没有这个 sensor 整个这个玻璃整个拜拜了，所以这可能哦，气囊电脑安全带这花一花可能就要十几万哦。然后给大家看一个东西，你有没有看到它每一个这边都有一个凹洞，前面也有，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还有这边也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它这个应该我猜测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撞到的，那撞到以后，这个是用那种大吊车用夹的拉上去的，因为这个轮圈破掉了嘛。我们单看是这样子哦，除了轮圈破掉以外，对不对？有时候底盘件的东西差一点点就得更换，因为它这个是不能有误差的，定位什么东西都很重要，所以有些事故车修它什么工质量啊，用拉的哦，那到时候你以后在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定位永远就定不准，因为它其实跑掉一点点对于你的行车的动线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好，上面看完以后我们看下面，第一个这个下防撞钢梁这个已经位移了，它已经吃到一点力道位移了。第一个传动头破掉了，对不对？整个都位置都跑掉了，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这个前悬吊的下支臂，铁质的下支臂整个都很大的变形，因为它撞击点在轮胎嘛，轮胎吃到很多力道以后这个变形了，然后它的下工质量也变形了，有没有？这个整个断掉扯掉，所以呢在底盘件呢就有多一个传动轴、悬吊下支臂跟工质量要更换。这些东西啊，你说工质量啊，然后有没有延伸啊，然后前梁头啊，真的对于你的撞击力道的吸收是有影响的。我会这么觉得，就是低速撞击有一定程度的速度撞击不要太快的时候，对于这些前面的结构件吸收的力道是重要的。但你如果高速撞击，比如说60公里、80公里的话，那就会变成是整个车底结构的车身刚性来吸收这些东西。那下一步呢，我们来看原厂校料总共的金额是多少。好，那在我身后这些零件，有的是原厂订来的，有的是沙漏的。那我来说明一下这些东西的用处。这个是水箱架，这个的话大概是7000块。然后这个是雨刷水桶，这个707，这个443块。这个是它的三脚架，它会锁在工质梁跟避震器上面。那这个的话是6300多块。那这颗是我们的避震器的上座，那它的用意是我们避震器跟车身连接嘛。那连接完，如果你没有一个缓冲的垫子，它其实很容易有声音啊。有的人会改装避震器，它会有一个什么鱼眼上座，就是让这边可以变成一个类似轴承的东西，那它转向会很顺。可是那个东西是铁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异音。所以如果真的要改鱼眼上座，我是比较不建议。这个原厂的一台要1200，那这是它的轮轴承，这个轴承轮轴承要7300。那它就是我们轮胎锁在这边嘛，那这边再锁在羊角上面，那这样轮胎在转动，它有一个轴承，这样我轮胎才不会有声音。它有的如果开起来会有那个轰轰轰的声音，就是很像你在开飞机一样很吵，那有可能就是轴承坏掉了。那这是我们的座杆跟它的球接头，
然后这边是锁在羊角上面来控制你轮胎的摆动，那这边锁在方向机上面控制它推出去收回来。那这支1400，这支1100，但这个我们会先不拆它，因为我们会等说我们底盘都锁上去之后再来确定说，这个有没有，因为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歪掉的，所以有可能不用换它。那这个是羊角，那它用来锁这个轴承。那锁完轴承，这边这个是锁避震器的筒身，那这边是锁三脚架，那这边就是锁舵杆，就是刚刚这个，就锁在这里。那我们羊角会装在避震器在这嘛，那这个舵杆就会这样伸出去控制它轮胎的摆动。那价钱的话，这个7300，那这是离载串，真正的名字叫做平衡杆连接杆。那平衡杆就是连接避震器的。假设我今天蹬到一个窟窿，左边会传递，会经过平衡杆，然后传递到右边的避震器，让两边同时平均掉这个力量。那这是油底壳跟机油滤芯器，这个400多块。那这个是它的工质梁，工质梁就是锁这些底盘零件的东西。那这个因为这个比较贵，而且它台湾没有货，所以它叫的是沙漏零件。那这个原厂叫一支的话要29000，沙漏的这一支也要20000，就是省了大概9000块。它其实如果它没有撞过，那看起来是漂亮的就可以用。那这是它的保险杆，这也是沙漏的。其实外观零件它来状况是好的，我们只要烤一层漆上去，它就会很漂亮。原厂这支要10000。那这是铝圈，铝圈的话这个也是叫沙漏的，可能是别人的车改完轮框它换下来不要的。对，那这个铝圈我们沙漏的一颗8000块，那原厂卖多少？原厂这颗15000。那这块引擎盖，这也是买沙漏漂亮的，不然这原厂的一块要13000，还不含烤漆。那这个原本有白色，可能就稍微打个蜡或整修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装上去，能装的先装，让它可以恢复，因为它的传动轴也爆了。那我们已经送去修了，那传动轴一支新的话也要20000多块。那它的发动机也有点裂痕，那我们也送去补修，让它做一个加强，不然新的一支要13000。好，那现在在我身旁的这台马三，不知道怎么样撞成这样，不管，我们现在先把它恢复到能开，因为它已经撞到整个轮框破掉了。这都破掉了。那除了这个破掉以外，它的传动轴也破掉了，三脚架变形。工质梁已经被扯破掉了，我还第一次看到工质梁破掉。我们就现在把它工质梁三脚架底盘换一换，让它可以开，我们才有办法移动到烤漆厂烤漆。然后我们烤完漆，我们会再更换它的安全气囊。对，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拆装。我们水箱架它也破掉了，在底下开花，那我们就会把它全部做一个更换，它鱼眼都撞到破掉了，这是大灯，这是雨刷喷水马达，它的筒子破掉了，这是大灯的残渣，这是接地线，它原本接在这边，那板卡部分我们会有板烤的厂商来做维修，所以最好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自己车撞到，那最好说你的尸体能留就留下来，因为假设你这个可能这整片掉在地上啊，你没有捡回来，但它有很多螺丝啊配件啊，它其实会增加板烤师傅的困扰，因为它可能每个车型都做，所以它不会说知道我这边要接一个接地线，所以尽量能留的都留。那这台很幸运的是它线路基本上是没有断掉啊，不然你看像这么大一把线，如果它今天真的扯断掉，你接到一个包一个包的，那会很麻烦。如果这个油久了，因为它原本是会很浓稠的，那久了之后它会变水，水了之后就比较没有润滑，然后它传动轴可能你在转弯或是直线加速的时候就会有声音。
缸机断掉了，就把缸机拆掉。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破掉的轮框再去轮胎行，然后换成那颗轮框，因为它这个轮胎胎皮看起来没什么事，应该还可以继续用。那我们也是要拆开才会知道。对，那我们就走吧。这车一倒的，这车就好看哦。这换新的啊？赶快哦。这换新的啊？因为它那个头拔起来就坏掉了。这个、啊，这个拆下这个啊。嗯。怎么样？这换新、哦、这个也有。因为你这个用过，你要拔起来拔不起来了，要换这个胎压的那个头啊。哦。专用的啦，哎呦，专用的啦。哦，阿里有哦。我那无。哦，真搞哦。那你是新办的，给它锁啊？被人家锁了啊！安尼子啊？诶，也是要锁螺丝啊，这样手比较好。哦。人家自动的，难怪那么高级。它会帮你转到你要切那个切块的位置。对啊，那现在都黄线的啊。哦，以前人家原厂那还要自己转。现在就是直接不自动，都应该去。它就数字就出来了吧，就是哪边都。哎啊，刚刚你转起来拼有没有变形？这个是好的啊。哦。有变形吗？这个是买沙漏的，我不知道它行不行。好，那我们因为公志良他先上那个发动机跟底载串防倾杆，所以我们送修了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装它的水箱架跟它的前防撞梁。如果你不先做对比的话，你到时候像这种小配件啊，你找不到，你要再买新的。底下枪，我看一下哦、喔。另外一边。有啦，我这边有啊、喔。
好，那我们现在来安装它的传动轴，它已经修好了。好，第一个我们先上手术台哈，然后我们来先看用水平看。老板，他这个水平看是要看什么东西？看大梁高度。哦，你看哈，这边比较高。嗯。哦，右边比较高，因为装右边整个叫大梁翘起来。是。哦，你看水平线，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待会我们先把大梁先把它拉到水平线。水平位置 ，OK， 然后再做其他的。那它这个整个的流程时间大概会多长？钣金的话大概要4天左右，4-5天左右了。4-5天左右。对对，啊，如果含烤漆可能要十几天哦。嗯。对，要差不多十五天的时间。嗯，了解。很恐怖啊！还好我退了。这个我们做这个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会断。所以我们在他这个时候，有时候客人在旁边看啊，我们都请他站旁边一点。有，要随时会断掉。
像这一块啊，它原本是黑色的啊，啊，我们就先把烤漆先做出来做好，到时候你才不会说碰不到。看来就差不多了。多，差蛮多的。做现在是做什么的？研磨。对。把那磨平。今天磨平。
它就扣住了。好了。哦，你说这里吗？这个地方？嗯，好掉了、啊。它、有漏油的疑虑啊，然后这边机油现在整个都撞到变形了。哦，这变形的很严重。对啊，所以机油现在就要换了。嗯，换掉比较安全。好了，这台车修了将近整整四个月。这是一集，就是我们蛮用心做一个事故车整理大翻新的一个概念。那会不会有车行这么做？有一些经过撞击，然后没有受伤很严重的车子做翻修，然后再卖给消费者。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做其实是大赔钱的。为什么？我们也把这个内容分享在荧幕上，因为我们用的零件大部分都是全新的，而马自达的零件也大部分没有中古的，所以预算其实大超标。比如说最恐怖的就是大灯，45,700，这已经接近进口车的水准了。然后维修是这样子，夯不啷当我们这样修了40万，修40万，为什么？一直增加。还有几个面向，比如说它这个玻璃，因为它有跟车系统，一个玻璃要20,000多块，没有外面的东西可以换。然后很多的小东西一直加，以及看现况没有很严重，但像比如说底盘，它的公式梁就跑掉一点点。如果你要追求完美的话，你就必须把它完全的恢复。好，修40万，我买接近50万，总共带了90万成本，所以这台车要赔多少钱？这个车子目前的市场行情，标准车的话大概是在75万，然后以这样子的事故现况事故的扣分的话呢，换引擎盖、换叶子板，然后底盘右边两个叶子板右边下面有受损，大概要扣7至8万。以修完以后75万扣8万，所以是67万。67万预计这台车子卖75万9，75万9跟我们收到修到90万的成本足足差了15万。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是逐步的修，为了分享给影片的消费者。那大部分买这种车要怎么赚钱呢？他必须去买一台可能是撞后面的，就是后面整个烂掉的，他买前面的板件。其实你去买全新的拼凑起来那个成本很高，但如果去找一台后面撞坏的，然后前面板件都正常的，把它调换上去的话呢，哦，可能就可以节省到接近一半的价格了。你想嘛，我们修40万用全新件，他用这样子算拼凑吗？其实老实讲也算，就是板件移植上来，然后用中古件的话，你的成本大概可以省掉3到4成，那就只剩20几万，20几万加40几万嘛，它的成本就60几万嘛，卖70几万就正常嘛，就有一定足够的获利嘛，大概是这样子。今天呢是老板很用心，想尽办法把这个事故车翻新的过程一步一脚印的分享给你，也让你知道如果荧幕前的你车子撞到没有保险的话，其实撞到这样子的程度，没有很严重的程度，就要修这个金额了。那新的车子
新车啦，前三年啦，还是推荐大家买保险，是至少买个丙式车碰车，它大概可以涵盖80%的状况，就是你只要跟车子有互相的追撞的话，它都有赔偿。那丙式保险跟乙式、甲式比起来，其实算是我们一般人3-5万块可以负担的范围里面。如果喜欢这么用心，然后花费这么多资源，把这一个车辆翻修的内容分享给你的观众，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按赞跟留言哦。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那我们台北店搬到大渡路一段，做一个非常整合以及很棒的服务。我们会有维修的保养部门，不但否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外呢，您如果需要维修的内容，也欢迎你来我们这边找我们，也提供给外面客户的服务。那我们也有几个面向，比如说除了维修保养，我们也有美容、打蜡、洗车、镀膜的服务。在我们的厂内有100台现车，都欢迎您来赏车，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电动车的，每一台车都提供你免定金就可以试乘。你可以在这边这么多的车子，这么样多的种类去选择你想要的车子。那在右手边就是我们还在建设中的捷运汽车主题乐园哦。像我自己也对于车子很热爱，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去跑卡丁车啊，去玩这个电竞的赛车模拟器呢。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中哦，以后这个场地会是台北市唯一的卡丁车体验场地。在2楼的部分，我们也会准备一个提供美食以及休闲餐厅的服务，以及1楼到时候会整建5台电竞模拟器赛车，大家连线对决，有没有？说真的，我这几次去体验，比如说赛道啊，那个需要的成本是很高的，以及很多的赛车手他其实都是从小开始去接触这些可能电竞赛车或者是这种卡丁车，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对于车子的热爱，提供大家一个关于车子的一个兴趣的结合。然后旁边还会有一个儿童的主题乐园，就是让有小孩的观众们也可以来这边做放松、做体验。预计是3月28号开幕，再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哦，邀请你来我们最新的场地看车、赏车、试车、体验卡丁车、连线电竞赛车、享用美食。喜欢我们的观众没办法用买车来支持我们，现在有您可以支持的时间喽。那我们现在捷运汽车开放维修的部分，如果你的车子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910-068-196。不管你是对于汽车的维修的部分的咨询啊，中古车的翻新的维修，比如说假设你车子想要烤漆，你车子想要内装的翻新，你车子想要大美容清洗，你车子想要做汽车镀膜的动作，如果你有这上面的需求，提供一个很优惠的价格来服务粉丝，因为这一定会跟可能原厂维修啊，或者是各方面来的便宜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就联络我们。